子宫肌瘤也是非常非常常见的，就是说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不太看得到，但是一旦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呢，60%左右的女性都会有子宫肌瘤。那如果你看到子宫肌瘤比较小，1公分呢或者几毫米的，完全不用理会。我们超声医生经常在比较忙的时候看到1公分以下的肌瘤就不去写它，就视而不见，因为这确实是不要紧的。但是肌瘤如果比较大了，那就引起重视了。那肌瘤的话要不要紧，主要一个是大小，一个是位置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你的这个月经有没有影响。那么我们首先讲讲大小。大小的话，肌瘤一般不会变化太快，除非有一种是怀孕以后，那肌瘤有时候会随着这个孕期的增长，前3个月会大得很快。那么像这种的话，如果没有压迫也是不要紧的。那么还有个位置，位置的话我们可以把子宫想象成一个梨。那么如果这个肌瘤是长在梨皮上面的，那么这种叫浆膜下肌瘤，这种是一般是问题不大的，只要不是太大的，那么都没关系。第二种呢是长在梨肉里面的，这种呢也是问题不大的。第三种呢是长在梨心里面的，这种叫黏膜下肌瘤。像长往里面长的这种肌瘤，往往容易呢对月经有个影响，比如说月经会提早来，或者月经呢到后面滴滴答答会不干净，所以像这种呢就是要紧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是要紧的子宫肌瘤，那我们可能半年啊或者一年啊都要经常的去查。如果是这种不要紧的，很小的，又是长的位置又是好的，大的速度又是不快的，那我们可以1年2年问题都不大的，就不用把它当成一种很严重的事情。